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。啊，艾丽你好，我来了。哦，盼盼，你来了？是的，是的。哈，今天你给我讲的故事是什么呀？啊，今天我给你讲的故事是我要公主房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艾艾。哦，朋友们，你们帮我看一下啊，我戴这个王冠怎么样？好看吗？真的，你们说我戴这个王冠好看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啦。哦，嘟嘟，你来啦。嘟嘟嘟嘟，呵呵，艾艾，我来了。哇，我第一次来你的家，这个是你的房间吗？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是我的房间呐。怎么样，很漂亮吧？哇，真的很漂亮啊！我要仔细的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是我想要的公主化妆台啊！哇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呢？哇，这个是什么公主床啊？啊，真漂亮，真漂亮！哇，这个也是公主衣柜呀！哦，我真羡慕你的房间，真的像公主房子一样哦。艾艾的房间真的很漂亮的，不像我的房间这样的。看看看看，我的房间呢，就有一个桌子，然后的一个床，我真的想要公主房子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我的女儿为什么这么哭啊？妈妈，我想要公主房子。你说什么？我想要公主房子的。哎呦，女儿，你的房间已经是公主房子啊，都是粉色粉色粉色，都是你喜欢的粉色呀。哎呦，快点回房子学习吧。妈妈，我想要公主房子，我想要公主房子。我的女儿终于睡着了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房间也已经不错嘛，真的想要公主房子。哎呦 ，OK 了，那就做一个公主房子吧。哦，好累啊，我终于做好了我女儿的公主房间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女儿。妈妈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看一下，第一楼呢就有公主衣柜，就在这边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呢。第二楼呢就有你最想要的公主化妆台。第三楼呢就有公主床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么我快点上去吧。哇，这边就有公主化妆台，那今天起我要变成公主了。太开心了。穿一下这件衣服。不，哎呦，不喜欢，不喜欢这个颜色。哎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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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吃好吃好吃，我的房间真的很漂亮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不要玩这个啊。对了，我喜欢小黄人啊，稍等一下哦。玩，很有意思的。我想更不想这个打扫的了。嘟嘟，我来了。这里是什么呀？好像是这边飞出怪物的。太可怕了。艾艾，为什么走啊？我的公主房间呢？这里是不是我的公主房间？盼盼，今天我给你讲的故事怎么样？有意思吧？艾丽，虽然嘟嘟就有了公主房子，
不过呢，不打扫就他的公主房子变成怪物家了。哦，那么我也要快点回家，要打扫我的房间。哟哟，好的好的，范范，快点回家，要打扫你的房间哦。朋友们，你们也要自己打扫一下你的房间哦。嗯，这里那里蹦来蹦去，左左右右来来去去，高兴起来只顾着玩。